怎么了吗？我的逻辑有问题是？没有。好，所以在我觉得就是很，我特别想要感谢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很真心的话。这些真心的话包括了很多的鼓励跟责备。为什么说责备呢？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朋友不是只是我自己体会啦，真正的朋友不是只是会说你好话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是会为了你好，然后把你不好的那一面，然后很坦诚的在你的面前说出来。那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就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，觉得好像以前就是都大家都喜欢听就是被夸奖的话嘛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们会不会？哎，你们好漂亮哦，你们好帅哦，你们好虚伪哦，虚伪。对，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我觉得好像越长大越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就想要再多听，就是很真实的、真心的，不管那些东西是赞美，或者是可能是对你，可能你听起来就很难听，忠言逆耳嘛。但是真正的朋友，我想是会愿意对你说真心话，不管好听或不好听。嗯，对，报告完毕。那接下来这首歌，在我的其实我这个角色，我们生命当中都一定有这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然后最近有些朋友，他们也经过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像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是父亲、爸爸的角色。有一天我跟我爸下午约喝咖啡，然后呢，就是我爸就跟我讲了很多话，这样子，就是鼓励我。我爸在什么上？哎，爸嘞？啊啊！啊？这是仪仗。哎，爸嘞？啊，跑掉了。好，怎么去开车？搞什么？好，就是呢，父亲这个角色。好，那爸他现在不在，我们下午喝咖啡。然后呢，其实我这几年跟父亲的角色，其实我们都说好像爸爸就很有时候很像自己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爸就是他对我的关心也都是他不太会讲啊。对，那天下午他好不容易就是跨出了一步，然后就跟我聊了很多。我建议等他回来再上。真的？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可以先讲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我们讲完聊完之后，然后我就看我爸过马路，我就看他的背影，就突然哦，朱自清，朱自清，是吧？朱自清，对，朱自清背影，就对，就觉得背影就是突然觉得很心疼，好像他老了，然后呢，头发也白了，对啊。那其实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要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想想自己的爸爸，对吧？就很，当然我知道可能有的人爸爸已经不在了，是觉得永远爸爸永远在我们心中，就是当你想起他那个背影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说他对你很多的爱跟关心还有鼓励，这样。啊，讲那么多，我爸回来了吗？啊，没有回来的意思，是没关系也好。有那种一点点的那种，我很多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妈吃醋了啦。妈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没办法同时就是有爸爸有妈妈这样子的歌啊，对不对？下首歌唱母亲，母亲。好的，所以好，我觉得我爸他应该是近乡情怯。对，对对对，他可能就好吧。你知道这首歌刚好很合适，这个歌词里面，我们来唱这首歌叫《父亲》。